前几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了，一推翻了中华民国啊，所以隔年啊，他流亡政府就是知道自己已经亡国了。1950年，起码2015年，2015年，65年啊，过去我老爸的时代，一直到我买机啦，还搁咧唱反共抗俄的歌呢，而讲反共餐。迄个在迄种洗脑洗到做脚稳的，你知无？我跟他总统讲讲，你是人类的，你知迄种物件，你无法度甲提掉啦。世界的伟人呐、啊，所以吼、哦，我若像这个国民党教育，我若想起我足可怜的，哎，像我这个遮聪明的头壳，太去背迄个物件，好，滚上起来啊、哦，来。中华民国其实完全被封杀了啦，哦啊、中华民国等于台湾，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啦，哦、这是台湾人最严重的认知问题。所以，我们如果要解读的话，一定要从中华民国这个体制，把我们对爱台湾的这个情感，从这个理智里面解放出来了。因为那个白社会啊嘛，那就是白社会啊，啊，白社会人啊攻击到中华民国，啊，你就会听。但是咱袂记哩，中华民国是外来，咱家认同把它当成是自己的，所以咱大部分的人拢是中国脑啊，中华民国给我们的脑，因为它教育上洗脑。再来就是，我们都说我们爱台湾，所以我们是台湾嘴，好、哦，我们台湾嘴。啊，这个，哎、欸，这个是，哎呦，啊来，中国脑，台湾嘴。那个马英九是什么脑？不是啦，那卖那个妹啦，人家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好不好？他的脑是装什么？不是啦，他认为他是什么人呐？中国人。可是他在国籍上呢，他是什么人？说得好，就是美国人。国籍上哦，你现在要开始分得清楚啊哦。可他嘴巴上他说他是什么人，那你可以分得出来的吧。然后他跟高沙族说，我把你们当人，当人就是你们不是人，我把你当人。而且咱就头壳的思想哦，是一种足专制啊，是讲过去一种足中国式的一款的思想啊。啊，台湾人吼，中国脑台湾嘴有一些中毒现象，我相信过去的我们成长经历到现在还没从里面解放出来的，都还有这种毒素在里面，我们要赶快把它清除了。这毒素就是这个啦。咱可以自己中华民国流亡期啊，四个在为台湾加油啊，这个期啊，个别咱可以出去国际社会，较出去就是迄个梅花。Chinese Taipei 的旗子，奧運旗。啊，這個旗子呢，我要怎麼說這個，很悲哀就是，外國人如果對我們台灣過去的歷史沒了解，他當然也不知道這個歷史，這個我們原諒。啊，過去我們沒了解，也可以原諒，但是後來我們了解了，我們清楚了，我們不能再做這個動作了。我們把一個人沒承認這個旗子改起来讲，这叫做台湾。咱若欺骗家己，咱个欺骗咱亲戚朋友，哎、欸，我们爱台湾，就爱起这个旗啊。甚至去到国外欺骗外国的朋友，讲这个就是台湾。这是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台湾等于中华民国，那个连结线没有切断的关系啦。我们到处跟全世界广告说这个叫台湾呢、啊，以至于所有的网页上面只要出现台湾，大概都会出现这个旗子啊。啊、有人说啊，没办法啊，我现在就是这样啊，没办法啊，清楚，咱来跳出来，咱跳出来，咱清楚。中毒的原因就是教育跟媒体啦。你来看齁、哦、连民调都来骗哦，骗啊个骗，那是骗一站，搁第二站，搁骗我较深的，让你这个强化。心理学上有这个东西啦，叫做强化，正增强，负增强，一个你同样的概念一直做持续性的
重复性的教育，阿里得增强，阿里得对那个东西信念不已。来，你也看，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做民调，这个问题卡电话给你问，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你支不支持？有人的支持啊，哦，65.88%，你看台湾的民意啊，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了、啊。你这个问题问了，再给问第二个问题，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有没有必要改变国号，建立新的国家？哎、欸，没有必要嘞。哦，所以这是最大民意啊，最大公约数啊。可能拢打电话去问冠村的啦。啊，这个物件就是二次强化，第一个你同意了，第二个你就必然会同意啊，所以就会造成这种统计学上的一种假象。我们看一下影片三之一。听不到，这影片够看过？啊，知影这个原理吧？唔知？因为这玻璃杯啊，吼，玻璃瓯啊，伊是圆的，啊，水倒落去时，就亲像焊镜呢，放大镜呐，吼，啊，后边光线啦，经过这圆的区，这个弧线哦，伊也都好折射成完全相反。啊，要用看，看这是啥物？看这影片有目的的呢？这影片要甲咱讲一个代志，所有咱今日所看的媒体，也是教育，头前就是有这个不要炸嘞，予咱看到的物件完全倒变啊！你若是一开始你就知影，哎，不要爱袂倒水进前，迄、那个箭头是按倒手边的嘛，对不对？但是后壁来的人水已经倒落了，伊看到的是正手边的。倒手柄迄是真相啊！你有看过人，你才知影。真相就是咱的是大人，因经过228，经过白色恐怖，等等到遮是大人知影。但是经过洗脑的后代的咱，咱唔知影。啊，就是迄杯啊！啊，咱唔知影呢，是大人要甲咱讲，佮无啥敢讲，因为若经过228佮流落来，经过白色恐怖，还佮活的，伊敢有当？讲出真正的历史，互咱的是谁知影？因为讲出来，啊是谁呐？去行运动，啊可能咧遭受到无好的下场啦，哦。啊，要帮助大家，即马来看这个媒体是啥物货？哦，帮助大家，媒体呢有足济啦，有足济的物件会咱去看。啊，他拄仔咧讲的中华民国甲台湾的物件，这两个名词，你爱改？都对啊，置换一下中华民国跟台湾的这两个名词，在看媒体的时候要置换一下。我们看一下影片四。看完爆炸，再来看到这后坐力也是蛮强的。就是先前在2015年1月1号的时候，是我方和美方在双向园举行了元旦升旗典礼，更号称是台美双方断交36年来的首次。好，暂停。有什么大陆？多少天的台美断交了吧？刚我台美断交啊，我你有听到吧？没听到，没听到。咱顶榜，咱为头榜，哎，咱为头榜来，你注意听啊！看完爆炸再来看，因为无论是影片，还是字幕，还是声音，2015年1月1号的时候，
是我方和美方在双向园举行了元旦升旗典礼，更号称是台美双方断交三十六年来的首次。啊，有什么大陆方面是进行抗议？台美断交，你认为有台美断交的请举手。怎么打开 account 了哈？你认为没有台美断交这件事的请举手。啊，没有举手的是不是不太知道？不确定？啊，我大概大概讲哈。美国跟谁断交？哎，有跟台湾断交吗？所以今天去讲到这，你阿哥会惊惊，无敢确定，就是你阿哥绑在中华民国内底哦。你认为台湾也等于是中华民国？你只要这个观念把它切开来啊，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切开来，很多东西会混在一起讲，你就会被绑架，你的意识形态、你的感情是会被绑进中华民国里面的啦。我们也被绑进去了、啊、哦，你看我们断交呢，我们现在恢复了呢，来，我们放下去。美国国务院也做出了回应。Not know about the January 1st flag raising at Twin Oaks in advance. The ceremony is not consistent with U.S. policy. We remain fully committed to the U.S. One China policy based on the three communique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No U.S. government personnel attended the event in any capacity.好，刚才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他是低头看着稿面，看得出来是有备而来。他在记者提问之下就表示说，双向原升旗的确违反了美国的一中政策。而此外，驻美代表处在台美断交三十六年来之后，首次的举行双向原的元旦升旗典礼，已经引发大陆外交部的抗议，同时也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我要敲门打开看到这后坐力也是蛮。现在自己机啊机啊起来。违反一中政策，行了。因为这个旗子举起来的意思，表示他要美国承认中华民国还存在了，并不是承认台湾还存在了，所以才会违反一中政策了。一中政策的定义就是，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叫 China， 在联合国你。那个旗帜里面哦，它叫做常任理事里面的旗帜里面叫做 China， 那这个代表性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了，每当是中华民国了。所以太阳花下海星，公公在美国嘛是国家记者俱乐部开会，要求美国曾放弃一个中国政策，显然美国要做所谓的。坚持这个一个中国政策，因为中国人最爱分裂啊！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中国，中华民国也是中国，中华那个苏维埃中华民国中华国也是中国啊！你青菜上面的人拢也拢是中国啊，不，中非共和国嘛是中国啊！所以你他多少共哦？美国跟台湾的关系是什么？台湾关系法源啊。啊，这个台湾关系法、啊，这个法哈、哦，以起来保障来台湾，在台湾那个 Chinese Taipei 的这一群中国人呢、啊，但是在里面他没有写中国，他说这个 The people on Taiwan 呢、啊，就是在台湾岛上的这个中国这些人呢、啊，所以台湾关系法里面他写的是 The people on Taiwan， 啊，所以呢。台美只有关系指的是台湾关系法的关系，它并不是外交的关系啊，所以台湾并没有跟美国有正式的外交哦，所以他才会说没有外交只有关系。这是那个什么黄朗啊，哦，蔡黄朗改问的嘛、嗯、我们有没有外交关系 啊所以说我们只有关系没有外交啊，因为没有邦交，所以不能称为外交关系啊。台美没有邦交啊，啊，没有邦交，不是说曾经有邦交变成没有邦交呢，是本来都没有邦交哦，是本来就没有邦交、哦。那这个台指的是台美关系法来在定义的台湾治理当局啊，并不是中华民国啊。但是他的文件里面又有写到说。美国承认在1971年以前的所谓的中华民国，现在称为台湾当局、啊、一个中国政策哈，我头都要讲过了嘛。
中华民国跟台湾两个名词经常混用，所以我们看一下影片，稍微练解读一下。好，我们看影片五。替外头排一排站，准备办美签，但有民众投诉，金门人要去美国念书，签证上的国籍竟然要改成大陆 China 才行。很多这个金门人啊，去申请美签，要求被冠上中国，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在的企业不能因为金门是福建省金门，就把金门当然是中国大陆。有民众认为不合理，因为手上拿的明明就是台湾护照，填写申请表时却要更改国籍。美国在台协会也指出，因为电脑系统分类，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民众办美签时国籍才会归类 China。 好久以来有这个说这个是他们金，因为金门不是就是在福建省，所以呢这就是好像每年有继续有这个问题的。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询问外交部也只说要再研究。只是金门马祖人本来想单纯办个签证，最后却还要为了国籍伤脑筋，大呼不可思议。TVBS 新闻综合报道。你才多少台的台湾护照了？五号，刚好台湾护照。无啊，啊现在媒体拢讲台湾护照，谁闹了？即马就是这两个名词，一直南一南南家你都唔知影，那亲像。迄、那个糖甲盐南做伙，你免来分落去，叫高霞来分哦，无可能啦。那哪一日南南甲尾啊，咱就分袂清楚，啊，咱就拢互拖咧行啦。那你看未来得套出来啦，吼、哦。外国人看得真清楚，台湾人看得真模糊，这毋是新闻哦。但是伊甲做出来，真亲像新闻，对不对？我想要讲伊这是毋是新闻，因为你看伊问迄个 AIT 的官员的咧，伊来回答讲，这好久以来就有这个问题啦。啊，好久以来就有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才凸显这个问题？再来，金门的议员阁如何笑？这个出鼻啊啦，永不能因为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的，金门马祖跟你属于福建的，他们是，是啦，伊就是福建省的啊，嘿，中国领土啊，金门马祖属于福建，啊，福建属于中国，啊，所以的国籍要写，啊，无爱写啥物货？不写 China 要写什么？咱外国人看真清楚啊！啊，台湾人改加金门马祖拢当作啊，迄嘛是台湾的。嘿，那就是中国甲台湾当作中国一部分，同款意思啊，同款意思啊。啊，咱咧讲话中间吼，咱嘛已经受到污染，也是讲洗脑。地主高头讲，咱有当时在语言中，咱会产生即款的现象。譬如可比讲，我举例啦吼。我是本省人，啊！你外省广东，你外省山东，你外省广西，你外省山西。啊！你一省，我一省，你一省，我一省，什么意思？咱的省中间头顶有一个国家叫做啥？所以当咱讲外省人的时阵，表示咱已经设一个前提，讲我承认中国是我的祖国啦，是安尼啊。所以唔，他讲用省，唔要用大陆。也是用内地啦，内地就是咱日本本土叫做内地啦。咱家这个本岛，吼、哦，过去咱的时代人是安尼讲的。啊，所以唔通伫遮这种语言顶面讲咧外省，因为外省的真地就是安尼啊。但你讲了台独嘛是同款的问题啊。媒体辨识法，咱看迄个月娘的时阵是用倒边这个啊，正边这个，倒边啦。啊，看白菌、细菌啊，你用正边啊，倒边。这边大家拢知道嘛？啊，我去问第一个问题吼，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咱看月娘的时阵，敢会使用正边这个？未使，会使啊，但未使看未到啊。你看白天，敢会使用倒边这个？会使啊，看未到啊。就是讲适用性啊，它有没有适用性啊？吼、哦，伊有下用无下用啊？唔是讲可能性啊？不是在问可能性哦，哦，因为第二层次的问题是在不是在问你可不可能啊？当然可能啊，你用这个看太阳也可能啊，把就当 C 而已啊，可能都可以看啊，是看不到或者是你不正常的方式去理解啊。那看媒体嘛是啊，爱看原文件，爱多方的对照。那来看那个美签哈，那去。有去过美国吼，你来办美签，
啊，不然每天肩膀我记得每天小帮手，你个点的，啊，叫我觉得英文呢，你个点的，伊得变英文版的，你个看中文版的第一题，每天小帮手的第一题，你是否为美国公民嘛？好、哦，啊，叫我写一句诶，啊，你个英文版点的，你要说诶 U.S. citizenship， 就是美国公民的意思啦，啊、哦。啊！你得中英对照，你得做明显的嘛啊、哦！来第二条，你注意看第二条中文，你是否为台湾公民？啊，你 citizenship 那能对应出美国公民的公民，那表示说台湾公民的这个中文里面，它的英文版应该为一个台湾 ship 嘛，台湾的 citizenship 嘛啊，并持有电子晶片护照及什么身份证字号啊？加油下，你是否为台湾公民？这是懂中文版的哦，那我们把它切到英文版，你看。哎、欸，啊，所以变 have e passport， 所以这句登录的来中文来对英文开始，这个 have e passport 就是这个你是否持有电子晶片护照安尼俩？啊，所以中文你那刚刚把中文的人讲，哎、欸，对啊，我们台湾也有公民呢，也有护照呢。啊，你也看这个台湾公民叫啥？Are you a Taiwan national？ 国民啊，国民的、就是，但是要叫公民呢？台湾 national， 所以你要用这英文你要查国民 national， 所以哎、欸，翻错了嘛？怎么会是台湾公民？台湾没有公民呢、啊？因为我们不是国家，哪有公民？啊，台湾 national， 你要查的 citizens 公民。Citizenship 国籍啊，他都在 U.S. citizenship， 就是美国国籍啦。哦、啊，你要有你是公民才是国才有国籍嘛。啊，所以你啊，比较文件看媒体时阵，中文的、英文的、其他日文的、法文，你也会晓的话，你去甲比较出来，你就当较接近真正的原来的意思啊。你也看这个，你是否有持台湾电子晶片护照？这样嘛，不需要台湾啊。这样说 have e passport， 因为不是说 have Taiwan e passport 嘛，无啊。所以没有台湾国，没有台湾护照，主权国家才能发核发护照啦。我们看一下影片六。还要告诉您，中华民国护照现在居然成了抢手货。由于全球有129个国家给予台湾免签证的优惠，就连美国也给了台湾免签，使得中华民国护照现在抢手到连对岸中国大陆的民众都开始纷纷写信咨询，表明想申办。据说这信件有如雪片一般的飞来。喜欢台湾吗？很喜欢。很礼貌，很人性的人。顾客你一言我一句，说中华民国护照能到100多个国家都免签，现在还有第二人民想移民到台湾来。大陆的邦交国有141个，可是只有20多个国家给他免签证的待遇。所以最近我们外交部收到来自大陆100多位大陆人民的申请，希望能够换中华民国护照。喜滋滋说，连大陆人民都封台湾护照。暂停。马英九讲台湾护照吗？伊讲中华民国护照吧。啊，一开始记者是讲中华民国护照嘛。啊，他都要六天的台湾护照无？记者搁听搁讲一摆变台湾护照，你有听到无？有嘛？所以中华民国跟台湾一直咧换、哦，一直咧换、哦。咱亲像咧拍迄个麻雀安尼哦，伊一直咧甲你换牌哦。啊，所以就是这种媒体就是拢安尼咧算的呀、啊。好、啊，我们继续放下去哈。那个接获408封对岸的询问信，有人劈头就写：“马总统您好，本人全家拥护三民主义，愿意为国家贡献。”暂停啊，在前面一点，你看那下面那个字母，play。好，这里你要看，陆丰台护照，伊无论是声音、媒体、图片，伊拢一直咧甲你南中华民国甲台湾这两个。概念改揽着会混用，阿兰的混没清楚。呵，这个我们可以关掉。所以没有台湾护照啊！啊，民进党妇女部主任哭了，台湾护照被拒绝。哪有台湾护照？被拒绝的并不是台湾护照啊，是中华民国的那一本啊，不是台湾护照啊。
更有趣的是，迄新闻哈，我不甲截录落来。迄新闻后壁有讲哦，讲那个改动来迄人甲问讲，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身份证件可以证明你的身份？就是讲你若有其他人，你可以做证明你的身份。啊，这趣味的，咱这阵人去美国迄个开记者会吼，入海关的时阵，这中华民国的护照拢夹迄个咱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哎，偏开看咱的身份证，看，啊，看你的人面对不对，啊，翕相啊，就通过啊。啊，这问题就来啊，护照，美国甲咱拒绝，表示护照的失效矣啊，甚至。伊要爱你通过，爱另外一个证件来证明讲你这个人是啥物款的身份，安尼表示这个证件的效力啦，比护照较大、较悬啊，对不对？表示这个证件，因为你爱另外一个证件来证明你的身份，表示讲这个护照已经无达到会当证明你的身份啊的效力啊嘛，所以爱另外一个证件，需要另外一个证件来证明你是谁啊？那表示护照。的功能已经低于这个证件了，这护照在台湾的用意啥？你出关呐、啊，你爱用着这本呐、啊，你爱用着这本呐、啊。啊，入关呢？入关你当然要护照啊。但是这护照即卖的状态是人无承认，啊，你搁爱用另外一张啊来证明你的身份。咱即卖困境伫遮啦，因为咱无国籍嘛。啥物人荷兰赴美美签？啊，好，给谁啦？这赴美签是给谁的？给台湾人，台湾民政府。咱来看哈、哦，免签计划哦，叫一个，叫简称 VWP 啦哈、哦。啊，你看这哈、哦，叫一个小 EU 啊。现在网站啊，你给它点落去，对，找出这第一。台湾人对几个英语真好啊，看有诶。我要去佚佗，佚佗尔，我得爱英语学到了，下下课考都去佚佗伊啊。加马西哦，这边的国家，你这边台湾小一，这个小一很这就出名哈。我2012年七月我去美国，那个时候还没有免签计划，这个小一里面写的是 ROC。免签计划之后，那 ROC 就拿掉了，啊，就找不到了。啊，这个E你给它点下去，就是这一个的意思啦。这边有写啦，他说美国法典第八篇等等里面提及的国家之外，要包含台湾了。提及国家之外要包含台湾了。啊，你看英文看无的吼？你看了加加，One China Policy 呢，符合美国政策呢。哦，台湾 include。哦，叫一个 nationally， 哦，台湾是用承认的，所以咱是一个国家啦。这个倒猜得，结果呢，为这个代志看出来，你也知讲，其实咱台美关系并不是外交的关系啊，是台美关系法的关系啊，非官方的关系啊，是美国给台湾免签证啊，台湾敢是国家？刚刚这个问题哈、哦，出去。你若今仔日上课上了，等于甲恁朋友讲吼，都差不多戆去啊。台湾人即卖状态是安尼啦，就咱亲像我细汉啦，去用养饲，啊饲到大汉啊，吼三四十岁啊，常常一个人甲我讲，恁老爸毋是恁老爸呢，恁老爸是隔壁迄个阿伯啊呢。我逐工咧伫遐咧叫迄个阿伯啊，结果迄个是阮老爸啊。今仔日台湾人的身份证变作是安尼啦。我们每天在受媒体的洗脑，在仇日，在痛恨日本小日本鬼子、哦、日本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南京大屠杀，顶顶起来，咱的仇日，结果仇的日竟然是咱的是大人阿公阿嬷，这个教育根本就是完全把这个正反价值颠倒了。啊、所以今天你做一下看哈，中国人仇恨的东西，大概我们都要把它当成朋友啊。如果中国人喜欢的东西，我们要把它当成敌人，要把它相反过来啊。我若讲吼，九十四岁，伊甲我讲，中国人讲话做个碰风诶，伊若讲好诶吼，
你要给除以三。啊，公拜耶，要给乘以三。比如讲，四川大地震，60万人伤亡，你要乘以三。啊、哦，638，180万人。哎、啊，你来讲，你经济成长指数6，啊，你除以三2，安尼，哎，大概就会准啊啦，哎、欸。你看看这個美国跟台湾这個台美关系法的第15条，加叫下第15条诶第2款，台湾一词将视情况需要，包括台湾及澎湖列岛这些岛上的人民，等等加，以及1979年1月1号以前美国承认的中华民国台湾治理当局，包括。任何接替的治理当局，包括政治分支机构等等，台湾这个名词从来都是政治名词，不是法理名词。我讲为政治名词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被解释的，可以被操作的、操弄的，可以被诠释的。加，以此将视情况需要，包括台湾及澎湖列岛。一个我讲台澎金马列岛，无嘛？所以台湾关系法的范围就是台湾澎湖群岛啊，这关美国军事占领的范围啦，在日本帝国的领土，台湾跟澎湖啦，是情况需要，这些岛上的人民呢、啊、，the people on Taiwan 是咧讲这啦，哦，这都下。叫下哦 ，the people on those island， 这些人啊，啊 ，on 是什么意思 ？on 是什么意思 ？on the bus， 哦 ，on 就是徛在顶头 ，off 是什么意思 ？the off 就是 the 啦。所以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就是台湾本身的人，台湾这土地生产出来的人，咱啊，昂就是你来为外靠来的叫做昂啊，外靠来的叫做昂啊。我们看一下影片七。历史关键时刻呢，自英台的独家专访也传递了重大的信息。他都讲的那个名词互换，你大概爱开加英文啊，你也看这名字，你也英文。一个一个设计好的、啊。让他慢慢进入情况。我说，就美国，我一开始说美国不是，反对台独，对不对？最近这个军售的问题，我说台湾说你军售，你还给他们技术，有没有这回事？他说没有，就讲了一半的。我突然就问了，我说台湾呢？在报纸上这两天在报纸上说。哎，我不需要宣布独立啊！你美国人反对我独立，大陆反对我独立，我不需要独立啊！我已经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我想都没有想，他就说，台湾他随便怎么讲那是他的事儿。可是我美国从来不承认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不具备独立国家的主权。Our policy is clear. That is, only one China. Taiwan is not.Independent,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and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our foreign policy. 这句话是对台湾是严重的一击。为什么？他从来不承认你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然后，主权在联合国把这个台湾驱逐出去，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去的时候就讲了，现在中国的主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呢？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也是属于中国的，是吧？那这句话就是严重的打击。所以呢，你来快点啊！不要一讲这是中国官方家己的领地，啊、哦，跟台湾没关系。就亲像我哪还没结婚，林志玲是阮某啊。我迄个什么名模拢嘛，阮某，拢阮某，啊，人是当作我军装起来是讲我笑的安尼尔，吼、哦、啊，那某比人啊未结婚，就算有男朋友，我会啷个追求嘛？但是伊若结婚哦，伊若结婚，
银行新闻讲出来，我银行啊，你可要创啥？咱咧讲个法律个关系就是安尼。今仔去台湾个法律地位，那无用我清楚。啊，即、這個、中国派出兵在安尼高高低啦，你知无？在安尼高高低啦。啊，咱个法律个地位就是1945年个4月7日，咱已经落定啊，过户啊，带过门啊，啊，着正牌，不得去向靠阿的。到今仔日啦。啊靠阿的，咱遮的人民煞毋知影讲要去找咱原来的翁婿，啊伫遮对一个罗汉卡流浪来的罗汉卡认伊做翁婿，啊乱到真啊！今仔日啊，谁退出联合国？伊讲台湾退出联合国，谁退出联合国？其实毋是中华民国啦。我头拄仔无讲 One China Policy。鲍威尔无讲，台湾 did not enjoy sovereignty of nation， 不享有一个国家的主权。那不享有一个国家的主权，表示他根本就没有一个国家的主权可以被拥有啦。因为我们是整个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的领土啊，我们不拥有所有的大日本帝国啊，一部分的领土啦。但是你说我们有可能回到大日本帝国吗？也不可能了啊，也不可能了啊。我们现在追求的是国际地位正常化。第一个，我们是被占领的人民，美军你还在占领中，还在美国的眼中，这块地都没本土台湾人被占领的人民，问题出在这。所以我们之前那个美国跟我们质疑说，你拢中国人啊！你拢摕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证，你拢中国人啊！你头我占领的人，所以过了美国帮战咱发迄个晶片身份证是要甲咱做区别，因为区别出来，咱就是被占领的人民。被占领的人民依据国际法，你占领方要负你占领方的义务跟责任啊，是安尼啊。哦，啊，咱即摆讲着，因为1945年4月7日。落交书了后，咱是新民，你也知影哦。无老爸就无囝哦，无老爸就无囝嘛，对不对？应该是安尼，无唔对啦吼。本来讲，可能阿公就变囝，无可能嘛。无天皇就无新民哦。所以我告诉你讲，天皇这个制度还阁低咧，咱的身份、新民的身份才会存在啊。但是咱的心中若无天皇，咱是讲咱是新民嘛，无路用啊。迄个咱亲像了尾仔囝，甲上甲迄个老爸财产摕出外口挥霍，伊心中是无老爸啦。等伊认捌家己钱拢开了啊，去用卖嘴啊做奴隶啊，伊认伊刚有一天反省讲呀，伊有一个老爸伫厝里，伊要倒转来找因老爸，就算做因老爸诶，迄个奴隶也是做伊长工拢好，至少是倒来老爸厝嘛，是毋是？所以你爱心中知影讲，你有一个天皇要效忠，咱要倒转来找这个法律的身份，你的心民的身份才会产生出来，才会清楚啦。啊，无咱讲天皇，哦，要接受一个，惊一个，安尼是要怎啊？安尼讲观光客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真的在心目中一定要有天皇那个位置存在，我们真的法理的身份才会产生啊。来，2758决议文，加我下，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唯一合法代表。也就是说，联合国里面有一个合法代表的席次的名称叫中国，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被退出联合国哦，没有退出来过哦，退出来的是他代表这个其次的代表的人，或者是组织，或者是政府，啊，进前就是蒋介石代表嘛，啊，因为承认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合法的代表，那原来的那一个就变不合法了啊，所以加尔比亚看一下，把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弯翘的台湾人，佮伊讲啊，这恁家己写的啦，恁民间分家己
编者啊，家己去查，哈、哦，家己去查。连2758决议文，你上网 Google 直接查2758决议文，就会跑出来了。哦、啊，这个是中文版，这个是英文版，这边有写、啊，这边有叫下，哦，这个 expel 叫 forthwith 立即驱除，将开线，从这个席次上驱逐出去。这是英文版的。啊，你也查点了哈。它是一张很大张的一个公报，然后这个是在右边中间的地方。来来，做过对几个？其实今年公开，做过是天国啦，对不对？哦，做过是天国啊，因为拢上天爷。做过吼，咱即个讲法律的做过啦，咱阿祖迄国啊，咱的阿祖阿公迄国就是做过啊。有人会去问啊，太祖嘞，我也知。太祖可以要对一对要几代，第一代啊到十八代，唔知嘛。咱即摆咧讲的是阿祖迄个时代，即、這个国家有制度，有真规矩法律的治理，而即个国家的国度叫做祖国，咱是安尼定义啦。台湾敢会当独立？啊，恁朋友会甲你问啊，是安怎袂使？不是一个国家，中华民国的殖民地，无法度解决台湾独立是安怎袂使这个问题啊？啊，来讲好听啊，爱讲好听啊！来，台湾人啥物人想要独立啊？中华民国人呢？不是台湾人要独立哦。我头拄好讲嘛，咱的情感是从北里来底，所以咱是对这阵中华民国流亡来台湾的人要独立的。独立是啥物货？啥物叫独立？独立就是吼，本来你孤立啊，徛起来那就独立嘛。唔是啦，有人安尼解释啦，我唔是安尼独立啦，因为咱即马用拍打压啊，拢孤立啊，所以咱即马徛起来那独立。其实唔是，独立是安尼啦。独立的定义就是安尼，你有一个前提，啊，有前提的，它是一个逻辑性的问题，有前提的。你是一个殖民地的状态，你有宗主国。第二，你是。有一个母国，你不是殖民地哦，你是一个国家的领土。你有一个母国，你是那个国家的部分领土。那你要从这个母国独立而出，或从这个宗主国脱离他的殖民，建国独立，按那个叫独立。这个跪舔叫做独立啊，这个独立吧。所以这跟大家讲啊，你得给记起来，你得知道讲，其实独立这个论述其实是。很薄弱的啦，因为很多人话独立，不知道自己要怎样要独立啦。独立是假议题，这欺骗台湾人的啦。来，咱来看例哈，咱看例。魁北克这个加拿大的领土，魁北克想要从母国加拿大独立而出，对不对？宗主国过去这几地拢大英帝国的啊，拢殖除了监管这几地安尼，其他拢殖民地啊。独立之后又回归变成大英国血。所以澳洲的女王也是英国女王，纽西兰女王也是英国女王，加拿大女王也是英国女王。卡扎苏格兰被投票独立出大不列颠王国，一起母国吗？乌克兰克里米亚、西班牙加泰隆尼亚，这西班牙啊加泰隆尼亚想要从西班牙独立而出啊，台湾呢？你跟我台湾的会议。花去了，因为你喊台独的人不晓得那个你的母国是谁，所以独立是不可能的啦。哦，台湾的中国人才想要独立的，因为他们就是逃亡来这边嘛，他们想要中国的控制啊，来到这边很好啊，台湾人很好骗啊，骗成你们都是中国人，然后你们赚的税金都养我们这些一小撮的人，那我们就要独立，不然我真的。美好的状态是不可能放手的啦。哦，唔忙，因为时间关系啦，唔忙今仔日的课，会当帮助大家，会当较清楚家己的身份是啥物货，帮助大家解决头壳中这个毒素，互咱大家会当赶紧倒转去帮助咱的亲人朋友，唤醒因，加做一个本土台湾人，为着咱未来打拼，多谢。